捷运 A 七站，由四家建商分别新建，新建户数4433户，共计5%的出租住宅，每户户为4239户，每平单价大约15万元，比福州合一住宅19万5千元便宜4到5万元。对经济弱势的民众或年轻人，应该比较有利。